哎，真的强挺过哎。你看，哦，真的，我都没有见过长颈鹿。跟他待在一块儿，还觉得挺开心的。我很喜欢就是两个人独处的时候，看他那样，我也挺开心的。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啦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俩可以不拍吗？因为我想就好好睡一觉，这样我晚上才能活力无限。这男孩挂脸了，不高兴了。走吧，我是分开是吗？嗯，开心吗？为什么会开心？就有点不太开心嘛，有点小情绪吧，不能叫打击。就对我来说，其实我就是不太能接受这个。他挺敏感的。孟子一讲清楚了，他说我要想睡会儿觉。他不是说无缘无故的，要说清楚。对，这个男嘉宾应当喝大一些。